水你會飲啊？好甜，我都幾快飲完咯，都聽中文啊。咁都仲有少少剩啊嘛。唔撚到，你話甜啊嘛？甜咪咪撚飲，我而家中意擺袋啦，我而家唔撚鋸。要高。哇、哦！屌。撚皮。翻屋企食嘢啊！定咩嚟冇咧？我聽日要翻工。因為今晚叫去切蛋糕啊！切咩蛋糕啊？啊！親戚生日入嚟嘅。我諗一陣白定佢啦。你有領狗嘅？熟唔熟邊個親戚？唔熟關係難事啊！狗點解會邀請到你嘅？做咩啊？唔得。八秒。我听日放七点啊。点样过到嚟？半人。坐低。几多号？十号。十号。头先写零号嗰个，依家转咗十号出嚟。可以。
秒。即係佢又讀廣大，跟住阿邊個就翻去讀。咁搞笑！但兩個讀嘅都唔係一樣嘢。係咯，點解咁樣做咧？我覺得蔡正興都係 知道 中大中文係好啲，但係張志係貪個名喎。張志本身嘅人品，係咯，咁屌張志係貪 Kong U 啫嘛，但係屌你讀中文咁梗係中大好啲啦，真係。屌你喺蔡中熙 best 啦，三十，仲一七就得啦。可能係28好似，佢28，唔知啊。奇芬是28咯，奇芬都是28，我奇芬是20，我都不知道，奇芬是脫胎換骨的，奇芬方式是差點流級的，他是被房山補上去的，自從他跟艾琳一起之後，他就突然脫胎換骨，喂，好雞佢中暑自修二咯，其實自修定五分，勁癲啊！癲佬啊嘛，係啊，請問做幾耐啊？1:45。
深色衫十三嘅話，俾人講。好，唔該。十三啊。第一節比賽完，比數20-13，紫色衫領先。